结果这样子一批一批的出去了哈，到最后还剩下几个人。那几个人来讲的话，是我的父亲是其中之一，因为已经没有飞机了，所以一条小命就留了下来啊。那当我父亲我比较大的时候才跟我在讲这些事情，是告诉我说人生要珍惜，珍惜生命的每一刻啊。那他来讲的话是靠自修，然后参加检定考试，然后就当老师。结果呢，他很用心的在学生教育方面。那台湾省呢，全台湾的第一届士多奖，他很高兴的，就是跟我分享说，爸爸拿到了这个士多奖。在那个讲座来讲的话，就是他觉得说一生最具有荣誉性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啊，留给我们子孙后代。那人刚刚讲过，在一起是靠缘分。那这个时空当中来讲话，是我们没有机会碰到见过面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可是呢，他们就是真的是存在。那各位如果说想象我们这边有一个父母，这个地方你看得见，其他都是父母。啊，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个幕降下来，啊，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东西哈。事实上来讲，它是演员什么都是在后台上面已经在准备了。那幕接上来的时候，就是开始看到。那等了演完了以后，幕又降下来，但是那些演员都还在。我讲这个是只是一个比喻的哈。今天来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志工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天主教，有基督教，然后有道教，有佛教。那今天来，像基督徒啊，还有天教徒来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说太棒了。我们无名师父前言去强调的就是，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而且是宗教信仰来讲的话，是都有它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跟在做一些很不错的事情。就像刚刚我们廖董事长在讲，我们的这个城隍庙这边来讲的话是集十方哈的资财，然后呢跟更多人在做分享。那城隍庙是在多少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那个不是神，只是一个概念。所以以前的这个城市哈，防卫它有城墙，也有土堆在保护这一个城的这一些生命，那个叫做城隍。那慢慢到汉朝的时候呢，开始就是赋予官职了，就是这样的话是就有一个。神在掌管，他是统治幽冥两界。那后面来讲的话，是到唐朝或者是再过来的这一些，就是宋朝、明朝的时候呢，以后就发展成，特别是明朝，因为朱元璋是在土地公庙出生的，那土地公的上司是城隍爷，所以呢。这个是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来讲的话，是对土地公的这个上司呢极为尊重，他到处哈各个重要地方全部都盖城隍庙，然后规定呢，你新官上任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到城隍爷那边去拜码头，而且要住在里面住几天，然后好好的呢，就是身心灵来讲的话是跟这个城隍爷呢。做沟通，啊，请，感应在这里面来讲的话是有什么样的这种冤狱啊，或者是冤情啊，啊，民情这样的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感应。那像现在来讲的话，大概洪斌上旬这边也没有来住两三天，改天我跟他碰头的时候会跟他笑一笑，跟他讲一下。所以呢，如果说是他25号可以过来的话，是今天就过来哈。对，因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以
前在副校的时候就在我隔壁的，啊，这也是后面有朋友以后我们聊的时候再谈。那我刚刚讲的哈，这个人之间来讲的话，是刚刚做的那个比喻，就是我们人类哈，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在所有的光谱频谱当中来讲，就是很窄的这样一个范围。那这一个范围之外的是我们看不见的，可是呢，那个都是有存在的。也就是这个人之间来讲，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比看得到的东西要多很多。啊，我的估计啦哈，但是台湾来讲好像还没有人做这样的统计，10000人大概有10来个人眼睛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那说不定来讲，在座里面就有人，哦，他们如果说到教堂去，也会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一个信仰的中心，不会只是单纯就是我们人在那里，是一定是有你看不到的，那他们在那边也是在运作，那他们是什么？只要我们这个肉体呢衰退了以后，我们也就是变成其中一员啊，一员。所以人生来讲的话，是我们年纪看起来50岁的60岁的也比比皆是。那个小朋友，今天这种场合他们不可能过来。我们人生走了那么久了，我讲这些话，各位可能都能够听得懂，不影响各位的宗教信仰。那我该讲的我就讲出来。我家的小朋友就是那个很特殊的、很少数的可以看得到的。那孩子呢，牙牙学语的时候，躺在这个小床，就一直指着我后面。啊，那我都搞不清楚了，到底是。等到他开始牙牙学语的，会讲一些话的时候呢，会讲说：“爸爸，有人在你后面。”啊，可是他的词汇迟早相当的有限。但我家有4个小孩，老三、老四呢，因为差1岁，在家里会跑来跑去。你们在干什么？好好玩哦！他们在追2个光点，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白色。就在那边跑，然后他们去念在心小学1年级、2年级的时候回来讲说：“哎，那个也跑到学校来。”通常像这样的话，我们家长基于一个保护啊，就会要他们就是在学校不能让同学知道他们看到些什么，也不要跟老师讲啊。那这些都是存在的。那直到有一天呢，我那个小女儿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声的叫，我们吓了一跳，赶快冲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看，只看到说他把棉被就盖着了。然后我说：“怎么回事啊，演员，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看到一个怪人。”我说：“你看到什么？他长得什么样子？”他说：“眼睛好大，没有眼皮。”啊，然后一直要跟他讲话。我说：“他讲什么话？”他说你看到都是真的，我要教你东西。哎，吓得我说：“那你现在是应该看不到啊？”他说：“我明明没盖起来，我还是看得到啊。”好，那就很伤脑筋了。那问谁，他也讲不清楚啊。那我们家里来讲是有一些雕刻品啊，有一些佛像啊，找他去指认，就是没有，就是不知道。那1个多月以后来讲的话呢？那时候我公司在南京东路，我也有3层楼，然后有电梯啊。近几天我去巡视啊，老三老四就跟在旁边，电梯门啊一打开就进办公室啊。2个小孩子过去没多久，这个女儿就往回冲，撞到我肚子。我说：“你在干什么啊？”就是他。我一看，哇！我说：“赶快核实。”那是达摩祖师，
正好我有习惯说一些木雕品，那时候到山里一个师傅，他完成了一个作品，很大尊的这么高的大魔祖师，他说呢，那时候他讲我不太猜疑啦，可是我觉得说可能是他需要一些钱吧，他说这尊啊是想要放下去了，那我就付了钱来，就以前开的车子很大，那个无私的这个T4，我把椅子有拆掉，然后才站，结果到我家呢进不去，我家的门没那么大，然后我只好呢把它搬到办公室，然后放在那个地方。OK， 这个来讲的话是，我不愿意卖弄玄虚，我只是把事实这么跟大家讲。那后面呢发生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各位来讲的话是，市面上来讲有很多书你们可以去买，可以去看，做参考而已。那个索菲亚哈写的那两本书、三本书，第一本书写的很好，第二本、第三本可能都是出版商在炒作。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人的世界来讲的话就是有这样子。所以呢，当你听到的一些或看到的一些来讲的话是，那个你心中就有一把尺，啊，什么可能是真的，什么是可能是假的。所以呢，像我们自古以来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通通都在。啊，那今天来讲的话，在这边听的是我们这些人也有看不到的，啊，也有我们看不到的。那今天我在想的就是说分享啊。分享人生哈，你能够有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或是人家来跟你分享的，你的人生就会很棒哈。但我们无名氏分享园区这个创办呢，也是一个机缘。我从小就。也许啦，就是一个机缘。我到在永康的时候，永康是我的生长的童年，在台南农校。啊，旁边来讲的话是有个长老教会，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跑到教会里面，就是听牧师在讲故事，讲圣经里面的故事。那随时都会准备了一个2块钱的那个铜板。因为到中午的时候，牧师就会拿一根竹子，然后是有一个袋子，然后这样子啊，我就很高兴的这样丢。啊，以我的印象来讲是，我在那里我受洗过了，因为那过那个仪式我不晓得，那牧师也很喜欢我，那后来我们就又爸爸的调到新华农校去当主任。然后新华农校待了一阵子，又到台南副校，以后我爸就在台南副校退休。那在永康的时候来讲的话是，我星期天在礼拜堂做礼拜，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会去什么？会去有一个公庙啊，那个档机要踢档啊，那会去抓鬼啊，我就跟在后面在跑，在看他怎么去抓鬼。然后是每个礼拜总有一两天的突然看蒙，啊，就去那边听，这个是把这个过世的这个祖先啊、亲戚啊什么就找来，然后就在那边聊天来谈些什么，我觉得那好像在似懂非懂，在那边看故事。那后来长大来讲，或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道场，也都有经历过，所以我都不会觉得惊讶啊，也不会去排斥，可是我也不会去迷信。因为在我的看法来讲的话是，众生一律平等，啊，众生一律平等。那你现在来讲的话是不要想要去学什么神通，你只要这个肉身的肉体呢坏掉了以后，你该具有的能本事的通通都有啊。那只是隔了一阵子的话是，你就要什么
要也是是又换一个换一个洛神了。那刚刚呢讲这一些呢，在强调的是我在无名氏分享园区创办的时候呢，是因为跑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发现呢，比如说我为什么都不要人家来捐款，也不要去募款，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起起伏伏。你今天你可能这一两年有赚到钱，你觉得不波比啊，所以呢你贡献很多啊，甚至承诺来讲的话是每一年都会捐多少，可是当你下来的时候来讲的话是，哎，你的承诺变成你的欠债，人家到上门来啊，你看啊，你马上爱跳啊，冲他冲他，然后是变成就是说，人来讲的话是事实上你在人这一生当中来讲的话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你的责任，把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都照顾不好的话呢？你不可能让生命哈，这个让人哈继续繁衍下去，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看不见的，他要借由许多的这个人生这么过来。那因此，你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有好多人来讲，他是他有很伟大的贡献精神，他愿意去牺牲自己。那毕竟来讲的话是，你要想到，如果说你是孤家寡人的一个，你为了那个道义，你为了那个忠，你可以去牺牲，为国牺牲，那个是很伟大的情操，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已经有一个家庭，你有丈夫，你有妻子，你有小孩，你要照顾，你要尽这个责任，把这个做好。我们台湾呢，算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地方，这几百年下来来讲的话，是在不同的时空就有不同的这个算是民族吧，就进到这个地方来。我这里面就要有写了，像我来台的一世祖是郑成功的部属，然后是打败了荷兰人。啊，偏偏呢，我外祖母的祖先有荷兰人血统，他是安平人啊。然后我那一世祖来讲话是收复了、建立了这个台南啊，就在归仁那个山区呢，在寻访，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拼埔族啊，还有这个更属于山区里面的这个原住民，他们几十个人，快一百人呢，居然呢中伏、中埋伏，然后全部都被砍头。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讲，说我的祖先里头就是有人娶了这个兵部族，所以在我的血缘里面来讲的话是，是我的祖先是杀来杀去的啊，但是呢，有我的这样存在。然后我的外祖父，他的父亲是福建招安，招安是一个客家的一个区域啊。然后我的岳父，他是江西人。他的血缘来讲的话是有福人的血统，那眼睛有点蓝色。那我的岳母呢是福州人，然后我岳母的父亲呢是北京派到福州去当官的，啊，这个是。所以呢，我在娶我太太，我们生下的小孩来讲的话是，想想来讲的话是，我们的血缘呢是这样子的，这种多元化这样下来，我相信呢，在座的各位来讲的话是也。你仔细回想，你去追溯你的这个源头也是一样。那要是再追到更远的几千年前的或几万年前的话，是我们大概都有共同的祖先。因此呢，我们来到这个台湾来讲，它是啊，我里面有提到哈，应该也是去年啊，去年四月五月吧，
这里面还有几位有参加成大的这个，我有做了一次演讲，那一次来讲，我是送了60几位。哦，茂博有嘛哈、哦？这个是比赛级的孔雀鱼，全红白子，来的就是一人一对，还有鱼缸，这是跟台港又买了这样的一个整套的鱼缸。然后大家回去开始养，那孔雀养呢，第一代生下来以后来讲，第二代都还没有问题，第三代就开始减少了，那第四代几乎都死光光。这是什么？因为血缘太近，你没有新的血缘进来的话呢，它是红的是越红、哦、然后呢这个尾巴越大，这是说它的这个特性就是被放大，一直放大。但是呢，这是它的优点了哈，它的算是一个特性。可是特性里面呢，我来讲的话是有什么有缺陷的地方，它也是一直在放大，到最后来讲的话是它就没办法适应什么，只要个温度稍微天凉了，它就死光光了，或者只要水稍微脏了以后，它就被感染了。那我们台湾得天独厚哈，为什么到现在讲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耐力哈，我们有办法去熬过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辛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刚刚叶老师在讲上课之前有跟我交换意见了，就现在大家在对那个40万的这个公交人员啊，在围剿啊，做什么？这些人是把台湾的经济啊这么拉上来的。你没有追本溯源去感谢这些人，然后是由目前我们力所未逮哈，没办法去做得很好的呢，你去清算这些，事实上来讲话是不公道的哈，这纯粹都是民粹的这样的一种运作。我们叶老师他退休了。他跟我一样，就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他做奉献，他每一个月有那么多场的这样的一种导览，让大家来讲话，认识这一块土地，认识我们的历史，认识这些人文，让大家的感情能够去拉近，这是很好的一件事。那无名氏分享园区，我也是用我的，所能够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大家觉得认同，在这里来讲的话是不会说看到我好像欠我王兴龙，我没有捐钱，不好意思来参加活动，或者是说我还像有那个义务要去找我那些朋友同学呢来捐钱，这些压力通通都不见了。我们有啦，有时候说看到说哪一个天主堂或者修女会啊，或者是有哪一个慈善团体呢，他们因为什么样的这种关系呢，需要去帮助一些弱势者，那可能呢欠缺的某一些物质啊，像奶粉啊，或者像电脑啊，或者是像一些经费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不是骗子，这不是骗钱的，他们也不是把钱拿来乱花去盖很辉煌的那些建筑的，那我们就用分享性跟大家分享，你量力而为，你觉得说你家里多余的东西你就捐过去啊，没有的话也不要紧啊。那人来讲的话是总是你现在完全都没有的时候呢，你有那颗心，那几年后来讲是在运转，当你好的时候来讲是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说做有钱的做法，这是在其他这个演讲场合，各位有好多人就听过。我曾经就是抱着300多万的这个现金，我都把它到台湾银行去换成这个100块钱，然后到博朗咖啡旗舰店，因为我就说现在上天汇钱过来，就有这些钱，然后。目标先确定一下，这弱势的家庭，如果说是他是单亲的
然后这是小孩来讲，他是角度是学会啊，然后是很需要的一些这些金钱赞助的，透过网络这些好朋友来讲的话是他们去找身边的，那找过来抱过来以后来讲的话是，我看了以后来讲的话是，通常来讲就2万块钱，一个 case 就2万块钱，然后是有些时候不需要那么多，1万块钱，那怕小孩子把1000块就当什么阿飘就算用掉，所以说换成100块钱，那。所以不然咖啡来讲，那服务人员就觉得好奇怪，我怎么拿那个钞票在那边装红包，哎，然后是当时候来讲，田俊美田教授那个时候是做李秀莲女总统办公室的这个秘书、啊，他也推荐了3个个案啊，他说啊，我推荐我还要亲自去送哦，我说对啊，这是。那一天，大家拿到钱以后来讲的话是，就说要不要签收据？我说不用啊，因为不需要报税了。啊，国税局根本不需要来干涉我们花这个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那他们说你信得过人吗？我说信不过也是要信啊，我相信来讲的话是人。的初心都是善良的，更何况你们是去找出来这些有需要帮助的，那你们就交给他们。所以呢，当他们把这些红包呢，是交给那些需要的人，他们就问这个钱从哪里来，他们不晓得怎么打电话问我，我就说那就是从天上这个汇钱下来的啊，知道他们过得比较辛苦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自光为什么？我们是上帝在人间的跑腿，上帝在人间跑腿。可是呢，这个钱呢，不可能啊，不可能都一直这么汇过来。当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每天在做的呢，就是我现在讲有600多位自光，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自光好像要做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自光来讲的话，是不是你只要我们上面有一个这个自光信箱？你只要用 mail 啊寄过来，啊，然后写上你的姓名跟你的手机，我们这边来讲，我只要回信过去的话，你就是这里面的志工了。那每天我会收到来自好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信，像这里头来讲的话是，赵副总是吧？赵雄飞呢寄了很多。啊，茂博，林金茂也是啊，啊，我相信有好多人来讲啊，你们都在做大事业啊，没那个机会哈，啊，去，或者是你事业做得太大呢，你的员工呢不太敢寄分享信给你的哈，啊。可是当你来讲话，啊，是变成我们的志工来讲话，啊，是，我每天啊有些人哈，啊，像我们的这个也大阿王哥哈，郑兴隆郑董事长，他说阿龙啊，我只要我那个你是用 iPhone 吗 ？iPhone 手机啊，这个一个响声就有 mail 进来了，他说现在几点哇？阿龙在早期线4点，我在记得早上4点，啊，因为太多了，各位寄来的啊，我一天大概收30-40封了，30-40封来讲话是有些来讲话是要花时间看的，像我今天出来之前，我还在花时间看什么，看佐贺阿妈，哦，那个好长啊，我就在那边跳看，哦，很好，我回去我会转寄给各位啊，很棒的，那。最起码来讲的话是也多需要哈，都需要大概花3到5分钟。那我看你一块讲，半年之内来讲是没有寄过的，我就不寄了。那如果说哎觉得不错，然后是很新哈，或者是一年前也寄过的，还蛮不错，让大家去复习。因为现在各位的信箱很容易就爆掉了嘛哈，所以会去删掉啊。那重看一次的时候也蛮不错的，那样子在寄的时候呢。我一天只能挑3封，最多挑3封，
那转寄出去的时候来讲，是提供者呢，他看到哦，这个被阿龙这个这样转寄了，很荣幸呐、啊，很开心呐、啊。然后呢，下一次寄得更多哦，哦寄得更多。像我这个成大七家班的这个同学盛行健，在美国，他们一次寄来就给我寄二十几罐。他都很棒，我就想说不晓得该怎么办啊，所以劝大家哈，就去 Gmail 啊，去申请一个专属的信箱，那也比较大。那卢显清今天有来吧？哦，有。那卢董事长啊，举手一下，我们是他当时在成大这个听演讲的时候呢，跟我讲说。阿龙兄，我非常谢谢你了。你记得这些分享信来讲，他说我一封都没有漏哦。我说哇，很尊敬。我是每隔两个月我就要清光我的信箱，所以我有需要的话，是我也会再跟你要啊。他为了这个来讲，他是他自己去买了一台新的电脑，专门在存这个分享信。他这个分享信来讲是很妙，它里面的这内容呢，这各式各样的通通都有。哦，通通都有，所以我刚刚讲了，如果说是你还不是我们的这个志工的话呢，你就寄这个，有吗？好、哦，就是在第一节这个地方哈、哦，就有啊、哦、WSLONG.WANG.01 啊、哦，然后小老鼠 gmail.com， 就是这个信箱，这个是信箱。好，分享的。